大家把有钱勋章该续的续续，这回合直接惊涛怒吧，不跟他们耽误时间了啊。咱们第一回合要是不猎食怪物可能都快飞差不多了啊。哦，这把龙宫没我快，我来了，9267舒服，这还是黑天，5157啊，暴击啊，7970啊，飞了一回合，飞了小三啊，三个怪啊，两个怪，再来惊涛怒啊，最后的6秒，好了，都是一个啊，一个，两个，90个，6个，好了啊，没了，就这些吧啊。可以，这波抽奖完事，把胖哥刷的资质已经全都抵消了，难受。啊，没暴击，证明怪物有抗物理暴击，咱们的暴击几率是100%的啊。主怪自带抗物理暴击啊！你看我说对了，这个号暴击大家不666，但是不暴击就刷弹幕了啊，很强。这号主要是跟109级的在一起刷任务啊，跟109级的一起打 PK， 全身时段的120级带套装啊，然后回头。跟王谢打一打，9888，7162，4048，5871啊！只要没打死的怪，全是真实的数据，没有自我陶醉。现在的暴击几率呢是27.5%啊，27.5%，然后的话再加上高级必杀卡20%啊，然后到47.5%，然后经脉乘以2。95，人物自带5%的暴击几率，然后呢，凌波城特色是1%，现在我的物理暴击几率是101%啊。如果没爆的话，证明怪物的话有一个抗物理暴击的一个啊，一个这个隐藏的属性啊。好，无底洞为了节目效果，为了给我出手的机会啊，特意加了把血啊，很细节，400万没白拿。11587，爆，爆。哇、wow! ！队伍里的大唐都他妈急哭了啊！现在虽然没有大唐，但是有大唐都急哭了，看直播的大唐都急哭了啊！下把给我个机会让我飞6下好吗，下把给个机会让我飞6下，你懂的啊，队长安慰一下。一刀直接秒杀啊，11000。大唐忙着打图，没时间看直播啊！一边看直播，就是打图才喜欢看直播呢。不得重复的工作早就已经得心应手了，顺便无聊看看直播。明天一天更新一件装备，我今天一天把昨天3天的全补回来了。啊，我还差一个鞋子，再更新一个鞋子，再更新一个衣服，然后，哎，来了，这下6下啊！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都知道吧？队伍里的小伙伴们该怎么做，知道吧？来，给个牌面。正好剩6个怪，别再打了。无底洞加血没毛病，金刚护法，再加上3层战役，第一刀6300，爆爆爆爆爆。然后这个凌波城呢，其实花费也不是特别高。然后我想到了一个4凌波100%物理暴击加金刚，加。啊，4凌波城100%暴击啊，再加上一个四凌波城一化成啊，120级5开阵容怎么样啊？
这个是咱们实验的第一个号，如果效果好的话会玩五个号啊。每天我正常直播风雨无阻直播到三点，资源干完的话再直播四个小时的五开啊。